下面换一个提醒，各位注意，不是音乐题了啊，这个有机会了，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演员的三个作品，要依次说出这三个作品是什么名字，依然是抢答。你可以哈，手拉手来准备，请看第一题。 独行月球，修修的铁拳二十。来，男生队来，第一个，那个独行，三，二，独行月球啊，独行月球，啊，独行月球，月球，那个、第二个是，啊，第三个是夏洛特烦恼。我让你说第二个，不对，第三个也不对。来来来来，这里。哦 好，来来来来来来，不是第三个，对，羞羞的铁拳，对对对对对，啊，一，重新来来来，重新抢答，来黄队，来黄队，独行月球，你好，李焕英，羞羞的铁拳，回答正确，来，来，哎。 确定哈，我们不带了啊，我们不带哦。啊，还是带上吧。哎，一人一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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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答错误，来继续抢答。好，来丁程鑫，李佳人，李佳人之名。啊，第二个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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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来，这么啥呀？哎，这么客气。不是你来，这么三啥呀？哎，这么客气。等一下，等一下，一时间到啊，继续抢答。来，以家人之名，最好的我们归路。回答正确。我不知道。不是我让给你的。我让给你的。我们再把角色名说出来。来吧。尖尖耿耿桂晓。尖尖耿耿桂晓。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你看看他们。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幸福狗狗吧。我输了，我输了。是不是谭松韵影迷会的会长来了？真的，松松在每一个戏里都有校服，真的穿过各种不同的校服，你发现没有？哦。好，那现在来吧，来要请到谁呢？准备戴上眼镜。等一下，等一下。他好自觉哦。你咋这么多啊？我这个好多啊，因为之前是我坐那儿，对，我坐的地方量都大。弟弟凯凯，下一题冲，好不好？冲！真的假的？每一次都这么说。下一题大热啊！来准备，请看题。来，好来，来，好来，弟弟凯凯来。繁花，嗯，还有，哎，你在干嘛？三，快起来！哎，等一下，第三个是县委大院，第二个是三，伪装者，伪装者，回答正确。哦，等一下，徐凯，记得你今天来的目的。你来的目的啊，今天啊，去宣呀，去宣呀。那这个，那就这个，过去。你要想好啊，你还能不能回去公司？他刚才喷你啊！我可以跟你换位置。祝你们新剧大卖。弟弟，你就直接给他摁下去。新剧大卖，新剧大卖。哎呦！
哎呦，哎呦，吓死！不是我是你。好啊，好啊，好啊！森森，你要选谁呀？不能选那边的，只能选你。啊，只能选他们呀。只能是对他们谁嘛？凯凯还是弟弟嘛？我们俩还有机会，过去。啊，好，好，好嘞，好嘞。但确实不是徐凯按的。是弟弟安的，徐凯不忍心，你人不错，真的，徐凯真的不忍心。然后弟弟想要让你们聚轩，让你们坐到一组，弟弟帮他摁。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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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现在还要说声谢谢。不用，朋友们，最后一题，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后一次机会，大局即将确定，尘埃即将落定。哇，弟弟又在撸袖子了，好吓人！好吓人！快点快点，拼手速了啊！弟弟的手速，来，请看题。想想想想，大哥的第一个是什么？难。来来来，弟弟和那个月心。列罪不见，然后第几个是列罪啊？第二个。好，然后呢？第一个是最后一个是想见你，想见，很想很。很想你，很想你，很想，很想，很想。你谁？你哪一队的？好，三二一，时间到。啥来着？啊，不对吗？不是，第一个是什么来着？第一个，我提醒一下，第一个，他的搭档是个小孩哥，王荣子。哎，荣子、啊，我知道了，荣子，那个什么安全？对，是什么？剧名叫什么？三。安全网，回答错误。安全网，荣子山错，荣子山那个方向是对的。那个剧名叫什么？来来，弟弟来，第一个叫。列罪啊，不对，你安全吗？好，然后呢？你上哥列罪，反正第三个蒙娜丽莎，蒙娜丽莎，不是，你别乱说，很想很想你。唱歌，列罪图鉴，回答正确。我就是想帮大哥打个新歌。对，蒙娜丽莎，对，也是我们大哥的新歌。第三个我也想唱蒙娜丽莎。好，来吧来吧，两位、现在决定，现在这个决定很重要。真的，迪哥脸色好难看。你们现在这个决定很重要。我不提，低调。低调，低调。微笑背后若只剩牺牲，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我不走。好，现在你的这个决定很重要。我不走。那让丁晨曦回来。谁按的我？我按的。不要让他回来。让他跟我在一起。走夜路的时候就能碰到他。走夜路，让他跟我走夜路。我觉得一切要是最好的开始。你们都给我走，月心来。啥玩意儿？干啥？啥？让你们一起走夜路吧。蔡文静这个人摸不透。迪哥因为自己那个输了并没有不开心，他开心的反而是因为丁晨曦跟他一起。怎么回事啊到底？那么也就是说最终接受惩罚的人员已经定了，他就是杨迪和丁晨曦。我们一起到对面好六街去共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接下来就到了最后揭晓的时候了。现在呢，我们代表蓝色的呢是松松，黄色呢是雪琴，然后粉色呢是文静。待会儿呢会由机器产生唯一的一个可以获得模拟上市机会的这位总裁。好，我们看看到底会是谁，好不好？来，好，来，准备，三二一，走。这么快，这么快，祝贺李雪琴，同时也祝贺秦霄贤。谢谢。那接下来是这样的啊，现在这边呢有一摞第一桶金的券，一张呢相当于100块钱，在限时20秒的时间里，数对多少就可以拿走多少，由落单的两位员工现场发红包。你知道什么声音最好笑吗？1、2、3、4、5、6、7、7、8、9、10。哇，4、5、6、7、8、9、10。多少张？49。我这30。79是吗？谢谢老板。好，请上手机。
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这种环节怎么大哥没在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吧，因为你刚拿了冠军。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环节？啊，好幸福呀！来了来了来了，龙年大吉六六六，来祝贺！谢迪哥，没事儿没事儿，祝贺我们那个李总还有他的员工老秦，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弟弟和迪哥啊，新的一年发大财！哎，好嘞。接下来有请谭松韵为我们带来《你比星光美丽》的片尾曲《借》，欢迎松松。别让了解变成一种麻烦。